你有看到国政代理官那副下巴抬得快比额头还高的傲慢模样吗？真是气死人了。他毕竟只是个代理大臣，等女帝陛下回来以后，我们再禀报司令女的事也不迟啊。我一想到刚刚的画面就忍不住啊。是是是，我明白我明白。你醒了，这里是瓦尔克利王城。瓦尔克利，你就那样从光球里冒出来，真是不可思议耶。那些蜘蛛啊，你该不会是什么女神降临人间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你别吓到人家，先让她好好休息吧。哦，那你先好好休息。肚子会饿吗？我们去帮你找些食物。嗯，谢谢你们。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。谢谢你们，我觉得自己好多了。想起自己叫什么名字了吗？嗯，也许你可以叫我克菲尔。其实我也不确定那是不是我的名字，只是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这样呼唤着我，感觉那就是我的名字，克菲尔。好特别的名字，我还没听说过瓦尔克利有人取这样的名字呢。我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尼雅，跟千年前异世界大战中瓦尔克利的大英雄同名哦。切，你就只爱吹嘘自己的名字而已。你好，我叫李欧娜。尼雅，李欧娜。你不要看李欧娜一副爱摆臭脸，好像很难接近的样子，其实她是个心胸非常宽大的好人哦。那个，我没关系，我的记性也一向不太好呢。不是常有人说，想不起来的事情就不要勉强去想吗？有时候他们就会自己冒出来了呢。你的比喻用在这里有点奇怪。对了，明天一早我和尼亚必须出一趟远门，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任何事情，那个，请问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块去啊？你要跟着一起来做什么？我只是有个很强烈的预感。预感？我觉得自己出现在这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得完成，虽然我一直想不起来，但是我唯一能确定的是，我不能这个尼亚，我有话要跟你说啊。什么事情神神秘秘的？你对于我们在森林里所遭遇的事情啊？你的意？我想克菲尔一定不是普通人。哎，可是我们这一趟是要去，到时候我们再请当地人帮忙照顾他就可以了。我明白了，那就这样决定吧。科菲尔，我得先说清楚哦，我们这次出门可是有重要任务哦。请放心，我不会妨碍你们的。哦，这里这么热闹啊。嘿，你醒来了。你好，你可以叫我科菲尔。啊，你完全想不起来了。没关系，我待会儿再慢慢告诉你。对了，尼亚，国政代理官请我告诉你，你所率领的纳姆塔调查队已经正式成为中央军部直辖单位了，也就是说你以后可以直接任命任何符合资格的队员进行转职啦。我知道了。哈，那我现在要跟克菲尔聊聊天。
什么？克里斯丁曾经在外地巡守的时候失踪过。那时候，我和尼亚率领了搜索队，沿着克里斯丁巡守的路线到处巡查问访。结果在距离梦图边境不到百公里的一个小镇里，从那时候起，这家伙就变得比以前还要迷糊了，出任务老是迷路，或者是经常忘东忘西的。失踪时候的事情，你都没有任何印象吗，克里斯丁？这我也有问过，他居然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，真是太夸张了。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。你们看尼亚，比起待在王城里要死不活的样子，现在看起来开心多了呢。哼，反正女帝一点都不重视我们这些武人，我倒也乐得轻松。为什么呢？听说女帝对元素魔法非常失迷，迷雾之间是那个提倡神圣元素论的极端保守派组织吗？没错，女帝为了贯彻神圣元素论的基本教义，甚至还组建了一支由元素魔法修习者组成的贴身卫队奥集团。这么说来，当初就是因为梦图人想要普及元素之力，才会让女帝那么愤怒的吧？对迷雾之间来说，这根本就是亵渎了神圣元素论。嗯，你怎么突然不讲话了，尼亚？没什么啦，只是我记得这附近应该还蛮热闹的。听见了吗？尖叫声好像是从村子里传出来的，我们快去看看。啊！可恶！又是咦？你们？本来是想下山求救的，想不到却被困在这里了。喂，你还好吗？撑着点，我们马上就到。这些人是？咦，克菲尔人呢？克菲尔，不要靠近那些纳姆塔，危险呢！没事了，让我来帮助你们解除痛苦吧。这好熟悉的感觉，这不就和在拉朵纳森林里光……糟了，有更多的纳姆塔靠过来了。舍我其谁？我要一个打十个。我会加油的。Hey!
克菲尔，你刚刚那到底是怎么？我也不清楚，我感觉到那些村民的内心正受到极大的折磨。哇，也许……难道真被我蒙对了？真的是女神降临人间？不，我真的不是什么女神呢，至少我不记得我是啊。好了啦，你们就别一直问个不停，先让克菲尔歇一会儿吧。 你好，我们是瓦尔克利王国的纳姆塔调查队，请问你刚刚有受伤吗？我没事，我叫艾斯翠德，刚刚，谢谢，请问你们可以帮帮我吗？也许只有你们帮得了忙。我和妹妹住在森林里，被纳姆塔攻击的时候，只有我先逃出来求援，但是妹妹她。 还被困在里面。原来如此，没问题，我们即刻出发。你答应的还真是爽快。出门在外，自然是要互相帮助嘛。再说，任何有关纳姆塔的事件，我们调查队当然不能缺席喽。唉，我知道了。不过你可别耽误了正事哦。<笑>别担心，那就请艾斯翠德带路吧。 是，谢谢。我妹妹。 躲在前头的小屋里面，不论如何，一定要想办法将艾斯翠德的妹妹救出来。凯文，你要撑住啊！我要一生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
找到你妹妹的下落吗？没有，我只找到她遗落的手环。我在里面没有发现任何血迹，也许她已经逃出去了吧。说不定凯伦还在附近，我得快点找到她。等一下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这附近可能还有其他纳姆塔。没关系，我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哎，不就跟你说危险吗？这附近除了零星几名纳姆塔出没以外，天色也已经晚了，夜间在森林里行动对我们相当不利。凯伦他患有很严重的头痛，并且时常会产生火焰缠身的幻觉，他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一定……你妹妹生病了吗？艾斯翠德，说起来那其实是一次很奇怪的经历。那天晚上我们的小屋外头突然闪烁着红色的光芒，我和凯伦走出去，就发现在仓库旁边有个泛着红光，看起来像一小块水晶似的东西飘在半空中。那时凯伦像是被它吸引住了，伸手捉起那块小水晶，就在他碰触水晶的瞬间，后来凯伦时常出现火焰在他全身燃烧的幻觉，同时他全身的温度也会高得不像话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凯伦的精神就变得越来越消沉，越来我无法想象凯伦一个人流落在外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。我明白你的担忧，艾斯翠德，但现在的情况并不适合在外头行动，而你现在真的需要休息。不如我们就在这里生火扎营吧，今晚由我们几个来轮班守卫，也许凯伦看到萤火就会……我明白了。凯伦他还是没有回来。艾斯翠德，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不会放弃继续寻找凯伦。各位，我有个提议，不如让艾斯翠德加入我们吧。说你只是觉得人多比较热闹吧。我自己真的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提议嘛。艾斯翠德，